为了准备下周的百分大战，我觉得我需要提高提高我的体能。等会儿大家帮我参谋参谋，有没有什么提高要改正的地方？太累了，歇会儿。你们也可以试着去练练这个，真的非常累。喝点这个，喝点这个。这不是我平时最喜欢喝的安慕希益生菌酸奶吗？像我平时不是喜欢点外卖嘛，然后三餐呢也不是很规律，要注意饮食，要适当的锻炼。像我喝的这个，它是安慕希新一代活性益生菌酸奶，这里面添加了足量的全球知名菌株 LGG 活性益生菌，被卫健委列入了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，健康跟安全问题一点都不用担心。而且呢，它还耐酸耐胆盐，存活率超73%，而且它还采用创新的 ADI 无激素添加剂，从而实现活性益生菌安全稳定添加。它的蔗糖含量只有0.7%，仅供酸奶发酵，更好地保证了菌种在常温下的活性。这款安慕希益生菌酸奶在 ADI 技术和低蔗糖含量的加持下，真正做到了菌种在常温环境下的活性。这款酸奶的口感呢非常的清爽，而且它的液体是那种比较稀的状态，它不是很甜啊，有一点点酸，而且它也不齁嗓子，真的非常好喝。马上再练一组，你们平时也是可以去练一练的，这肯定对你们的羽毛球步伐有非常大的帮助。弓步跳。